全民老公王思聪大概就是有钱任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身为富二代却为娱乐圈操碎了心，而女友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主播宋亮就是其中之一。近日王思聪之前交往了两年的前女友宋亮在某直播平台直播素颜卸妆，这是瞎了俺们的小眼睛，大家请看截屏对比微博宋亮本人发的照片，这明明是照片才对嘛，你看这是直播感觉完全两个人好吗？看完这些网友纷纷吐槽，王思聪的眼神咋越来越不好使，直播本来就带美颜了还这样，老王那时候眼神不太好吧，算简直就是骗子。宋亮生于1994年，本身是富家女，早前被曝光和王思聪一起去参加婚礼，她被普遍认为就是王思聪口中谈了两年的女朋友。